台南永康伫今年到目前为止，天候日拢还未有本土病例。永康区公所每一日拢会有李干事甲公所人员到伫各里社区来巡视是毋是有资深管的所在，并且伫永康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了预防天候日的宣导甲精油香啊水动手做的活动，是吸引着大小朋友到阵参与。台南永康伫今年到现在，天候日阁无本土病例。因此，永康区公所为了要防止天狗日再度发生，每天拢有里干事甲公所人员到各地社区巡视，是毋是有自身源的所在，并且进一步向民众宣导防止天狗日的重要。台南无本土的迄个病例产生，但是这段时间的公所者也是会拢动员到咱的里干事啊、里长来共来巡查。咱伫个永康有43里拢附有迄个软力筒的迄个监测，所以只要这个软力一升高，我们就把它列入重点区域，所以这些精力要配扎。那因为这段时间来，只要发现到有咱阳性容器，就是讲伊个容器内底有生蚊仔囝，这拢会立即开放。另外，伫永康中华里活动中心，今仔日也举办天狗日宣导甲精油防蚊液 DIY 活动。邀请阳性发展协会理事长甲社区志工来指导里民如何用精油来调配防蚊液，也请坐坐社区里民前来参与。精油防蚊液是用了六瓶精油啊，有那个百里香、雪松，还有那个柠檬尤加利啊、柠檬香茅，还有薰衣草和薄荷啊、有这支六支精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社区自己提炼的。香茅纯露哦，来做成那个精油防蚊液。它是天然的，然后没有添加其他对人体有害的东西，所以很喜欢。在中华里活动中心内，会当看到不管是大人甲小朋友，拢非常喜欢用着精油来家己调配防蚊液，并且理事长表示，用精油做出来防蚊液比较较天然，也袂刺激皮肤，防止蚊虫叮着效果也袂歹。记者萧建伟，永康区采访报道。